咧都係風姿卓越噶，而我哋都相信咧，通過 IFSM 國際時尚超模大賽嘅呢一個優秀平台，佢哋將會更加堅定不移咁朝住佢哋自己嘅夢想勇敢邁進，將美同埋愛傳播去到世界各地。2017年国际时尚模特儿大赛的冠军林林，咁今次咧，我哋呢个比赛有超过30个佳丽去参加啦，亦都有十分之专业、十分之高水准的表现出到嚟嘅。咁希望藉住今次，我会了解到更加唔同地区嘅文化啦，包括中国内地、粤港澳呢三个地区啦，然后识咗一班好多來自不同地方的朋友，亦都去跟他們交流了很多我一些未接觸過的文化啦，他們的習慣這樣，希望未來更加多的機會挑戰自己，亦都希望自己做得越來越好。大家好，我是雨林，我叫龚雨林，我是深圳大陸人，然後第一次過來參加比賽，特別是很榮幸能夠來到澳門這邊，很開心，也很蛮意外的能够获得这个奖项，谢谢。然后其实很感谢我比赛的时候的那些培训的老师、工作人员，辛苦他们了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本次大赛的季军，我是李嘉玲，很开心来到这次比赛，让我收获了特别多，成长了特别多，希望我能在总决赛的时候取得更好的成绩，加油。